咗啊！推前系啊，嗱你睇清楚，我知道要推前，你就系咧重心喺前，波喺前，我就系个波喺呢度，重心喺后，波推前，分别喺呢个位置。我知道要推前啊，但系推前，记住 cross jab 完咧，我哋 cross jab 完咧，拍 boom 推前。陣間試一下，先推去左邊，轉右手 ，in and out 過嗰邊，壓住上，因為 CM 有機會喺你左邊出現 ，cross over， 左手帶，轉右手 ，cross over，boom， 佢有機會呢度追埋你，壓住上，左手帶 ，ready go， OK 嘅。雖然你係嗱，你就同我唔同啦。我推前追翻個波再跳，你就 hold 住個波跳埋去。你有機會出嚟 walking， 有機會出嚟，有機會。但係以你啱啱個流暢度，唔吹嘅，同埋豪哥嘅面子唔吹。再嚟，再嚟，再嚟。啊！但係個動作你 feel 到你做到啊？開始啊！係啊，開始得啦，再嚟咯，壓住，記住你係咧，無論你。後仰跳投飛亞威，或者呢啲雙腳跳前嘅上籃，其實我哋都並唔係跳前同唔係跳後，飛亞威都係，我哋係跳高拉後個人啫，係我哋係跳高然後拉後個人。呢、这個都係，我哋順住個速度向上跳，個人用佢速度嘅餘勢，令你個人向前飛。所以其實由頭到尾你都係向上跳，保持住個速度。嚇、啊，仲但係你冇急停嘅，冇急停嘅，依下都唔計啊！唔係急停，你冇急停，你跳彈牀啊嘛，你跳彈牀係唔會有停噶。你諗下係咪？你跳彈牀，你一跳你就向前噶啦、一樣，你明白？再嚟試下咯。即是你保持住重心輕微向前，這個呢難在哪裡呢？就是你要用核心力和重心力一起用，你要保持住重心輕微向前，核心發力跳、是啊 go 停，錯了呢，開始就錯什麼？意識錯了，意識錯什麼？他退後了，我左手拍波、你去右邊吧，是啊啊！一二啊 ，go go， 哎呀！前一就系个重心，扯走咗，即系唔系跳上去嘅感觉。再嚟，吞前少少，阿 C M 唔好向后缩得太紧要。褪前啲，褪前啲，即係半手距離。係 ，good， 準備，左手拍，係啦，轉右手，壓向左 ，good， 冇力啦，因為你中咗向前啦、就係呢一下。所以點解我要你推前嘅咁解？你壓向前冇問題，我調整得翻，明唔明白？你推前就可以調整翻個重心，明唔明？你咪中咗向前，所以咪犯唔到。完美地中前。係啊，再嚟。Good try， 你知道問題喺邊，你先改到噶嘛？再嚟，唔得啦，你變咗中鋒啦，卜卜上啦。你喺度 kick 下 kick 下。係啊，你應該係推前，記住記住，我哋係 cross 壓推前壓上。
我跳唔跳唔到嘅喎。系咪？我跳到。系啊，你跳唔跳到啊？你见到我系一路食住咗佢啊？系咪？推前压上，食住嗰个位，食住嗰个力，顺住嗰个力压弹上去跳弹床。体操选手一样，明唔明白？准备，带。甩手。我哋试下嚟，可以做埋 cross jab 噶嘛？简单啲，左手带 cross 推，就系咁放。哇，冇力。好，你嚟。阿婷，系黐住咗啊！推前。是啊，你看清楚，我知道要看，你就是呢重心在前，波在前，我就是波在这里，重心在后，波推前，分别是这个位置，我知道要推前，但是推前，记住 cross jab 完呢，我们 cross jab 完呢，拍 boom 推前，明白嗎？壓住順住跳埋去，你是不是想做這一下？就是啊，就是推前壓住彈埋去，只是用前掌腳踭，不要碰地，腳踭碰地你會停的，保持住那個衝力彈，真的跳彈床那樣彈出來，我經常就是黏住了，再來推前停了，你變成整個腳掌碰了地下，它是有停的感覺，是不是？你是記住跳彈床，你不會整個腳掌墊落，不是我都有想著這樣的，再來用核心壓下去，是的，為什麼我經常都提醒，反而這下 OK 喎，認真喎，你這下是沒什麼力量流失喎，你停都合理，他在你旁邊嘛，你過不了他嘛，再來試一下，再來中前，飞唔飞到少少中前，少少，你用到两至三成的核心力嘅，所以你都系完成到啊，系咪啊？你都上到篮，但你飞唔飞到个动作先，有冇好咗先？再嚟 last 一球，唉，啊，其实 OK 喎，你呢下推得好靓喎，好，唔系，但系因为佢已经歪咗落你度啊嘛，其实呢球有少少系 N1 嘅，系啊，你飞你保护到又上到篮。你咪做咗你想做嗰樣嘢咯，要對抗，要空中對抗，要穩定落地，要上到籃，被低估，而家高估翻啦，因為豪哥你嘅面子關係，係咪咁講？係啦，而家遲啲咧，就係呢個雙腳上籃係一個咩？被高估嘅動作，因為豪哥。好，誒嚟埋齋啊，豪哥。咁哦，呢度好，今日完。我哋一齊都舉高隻手指公平。OK， 好。